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16面。316面，倒数第六行。倒数第六行。业以大悲心，利以助群品。上二句指深德，此二句呢表心德。前面两句是如佛身金色，金色身。妙相系圆满，这是深德，深德。业以大悲心，利益助群贫，这是心德。句首是业以二字，应注意。这是念老特别点醒我们，这两个字含义很深，含的什么意思呢？下面为我们说出来了。盖云：凡来我刹之人，亦能如我。这个我就是法藏菩萨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佛以大悲心，利益十法界一切众生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没有例外，也像法藏菩萨一样，以大慈悲心利益一切众生，故云也已。盖愿刹中人民皆能如佛，是诸众生等同一体，均发同体大悲之心也。这是大乘教里面无比殊胜庄严，现代的社会弥漫了西方的文化，西方文化重视个人，所谓是以人为本，而这个人的意思是非常的狭义，是以自我为本。从这个观念出发，他的形象就是竞争。到斗争，到战争。这是他发展的方向。也是今天这个地球上
所有动乱的根源。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乘佛法所讲的本呢，根本呢，跟西方人的观念不一样。东方传统文化包括佛教，都肯定整个宇宙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跟我是一体。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，是诸众生等同一体，等是平等啊。这个话是真的。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法从哪里来的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性识是心啊，啊，单从性上讲，这是讲真心，识就是阿赖耶。从阿赖耶来说呢，这是妄心。真心能生能现，阿赖耶能变，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阿赖耶所变现的，啊，是心现识变，啊，识就是分别执着，啊，它会变，所以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确实是一体，啊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变现出来。众生迷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在一切现象里面分支分他，啊，妄心执着。造成了六道轮回的苦报啊！事实上有没有这个现象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也逐渐体会到了，啊，科学家为我们做出证明。证明什么？佛在经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是近代量子科学家发现的，啊，世尊在3000年前所讲的。2500年前，佛法还没传到中国。老子说过：“
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中国人的思想当中，不是以人为本呐、他是以天地万物跟自己是一体，这四个字好啊，等同一体。所以自自然然生起同体大悲心，无缘大慈啊，悲是怜悯啊，不忍心看众生受苦啊。慈是与众生之乐，叫拔苦与乐，同体无缘。缘是条件，无缘是没有条件。这种思想，这种理念，与事实真相相同啊，大乘教里面讲的诸法实相。我们念佛修净土终极的目标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那么我们就应该向阿弥陀佛学习，阿弥陀佛这个观念是正确的。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要以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，这一切众生里面包括情与无情。我们要知道啊，众生两个字的本意，它是什么意思？所谓的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众生。所以众生包括，当然是包括人类包括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矿物用现在的科学家的话来说，包括物质现象，包括精神现象，包括自然现象，它全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这众生两个字范围太大了，
无所不报啊。啊，这些跟自己确确实实是等同一体。啊，我们要用真舍智慧，啊，同体的慈悲来对待一切众生，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呀。宇宙之间一切现象，总不外都是从心相生。啊，心里面充满了真诚、智慧、慈悲。宇宙是和谐的，宇宙是美满的，宇宙之间不可能有任何灾难发生。今天昆士兰北面有风暴，啊，同学们告诉我，今天早晨大家聚集在诵无量寿经，好啊，应当把诵经修学的功德回向，这些神灵祈求化解灾难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希望我们真正学到像阿弥陀佛，时时刻刻念念都关心设法界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。啊，他们有苦难，啊，苦难怎么来的？我们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不善的心行所感召的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以善心、善念、善愿、善行来祈求化解。啊，学佛的同学，每个人都能存这样的心。我们居住这一块大地，自然就少灾少难了。啊，我们的社会和谐，人民生活在这一块宝土上，吉祥幸福。啊，新年祝贺词，这么多年之中我没有改变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没做到，做得不圆满。化解灾难，消除业障，誓愿解结，
都需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啊，真正做到诸恶莫作，岁岁平安呐、啊！更进一步，我们可认真努力，众善奉行，你自然就年年如意呀、啊。如是因，如是果，真实不虚啊！啊，我以这两句话恭贺大家，新年吉祥如意。如《华严经·行愿品》，这里面有三句话：应于众生而起大悲，为什么？不但是六道众生，六道之外四圣法界的众生，都要升起大悲心。啊，四圣比六道啊，那好太多了。他有值得佛菩萨怜悯的地方吗？有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见性呢、啊、没有见性，全用的是妄心。大乘教里面凡圣的差别在用心，用真心的是圣人，是佛，是菩萨；用妄心的是凡夫。六道全忘了啊，违背了心德，所以受苦受难啊，有一些真叫苦不堪言，可怜悯者啊！啊，四圣算是不错，虽然用妄心呢，他们奉持佛法，依教修行。烦恼习气还没完全放下，所以真心显现不出来、啊、依旧是用阿赖耶。六道在大乘称为内凡，六道以内的凡夫，四圣法界称它叫外凡，六道以外的凡夫。这一种称呼我们要懂得，你才晓得应于众生而起大悲这句话的用意了。啊，要帮助四圣法界
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这个三心是连带生起来的，没有慈悲心，怎么可能有菩提心？啊，菩提心是菩提成心，就是真诚慈悲呀。真诚是菩提心的体，就是真心。啊，自受用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自受用啊。啊，对待人呢，对待人就是大慈大悲。啊，一提二用，啊，都是真诚。真诚的清净平等觉是自己。真诚的慈悲是对人，啊，佛陀教导我们的啊，啊，因菩提心，你才能成等正觉。这个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成就圆满的佛果，是这个意思啊！啊，没有菩提心成不了佛。再跟诸位说，没有菩提心不能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你看《无量寿经》讲的三杯九品，怎样修成佛道呢？啊，怎样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这八个字重要啊！这个八个字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基本条件。二菩提心在佛法里头最简单的就是四弘誓愿，四弘誓愿是菩提心的。啊，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就是大慈大悲。你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离究竟苦。这究竟苦是什么？十法界。没有出十法界还是苦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也苦，为什么呢？没见性，这咋还苦啊？啊，那六道就不必说了。啊，六道里头，啊，以我们现在一般人的这个观念，
发大财，做大官。啊，官做到帝王，古人所谓“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”，啊，这是世间第一等富贵人了。他苦不苦啊？苦啊！为什么？寿命有限。死了之后还要搞轮回，这一世做帝王，来世未必是帝王了，那福享尽了。那个帝王好不容易啊，至少得修十世啊，修十世的福报啊，一世享受。他有那么大的福啊！啊，一世享完了，福就没有了。啊，福没有了啊，祸就来了。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，啊，你杀生要偿命，你欠债要还钱。就全都来了啊！六道里头实在讲，一句话说穿了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呐！哪里有乐 啊？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希望净宗同学们要特别注意，要高度警觉。啊，念念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苦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这么苦？苦从迷惑来的，迷失了自信，违背了信德，所以你就造作罪业，罪业感召是苦报啊，这么来的呀、啊？啊，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，只有佛清楚，所以佛教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教学。目的何在？用意何在？就是一句话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迷要破了，众生苦就脱离了，自然脱离了。悟要是开了，乐就得到了。这真正是大施主啊！啊，世出世间。第一大施主是佛陀，是化身菩萨了，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们了。人果然能够破迷开悟。啊，自然离苦得乐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决定与性德相应。啊，性德，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，是性德了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十善、六合。六度十愿，啊，普贤十愿，弥陀四十八愿，全都是心得。啊，开悟了，自然就流露出来。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。啊，所以。四弘誓愿后面三愿很容易就圆满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啊！一世之故，阿弥陀佛愿来生我刹之人，发大悲心，普利群品，要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心。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是阿弥陀佛了啊，无尽的慈悲。无量的大愿，心心愿愿都是为苦难众生啊，都是为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啊，普遍的利益他们。用什么方法？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，啊，下面说贫，贫者贫利，利益诸群贫，皆普利一切种类之无数众生啊，品类无数啊，每一个品类里面的众生也是无数啊。弥陀之心啊，念念不舍，愿愿普度。想想我们学佛，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不是一样？愿是不是一样？啊，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一样？果然与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？下面两句是教我们修行。啊，既然发心发愿的，心同佛，愿同佛，
心同行同福，德同福。啊，立于身正念，净慧修反省，于止贪欲。四十二章经云：立于清净，使罪为圣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叫你离啊？欲是欲望，佛法里面讲欲有五大类：财色名食睡，这叫五欲。为什么叫你离？经上讲的好啊，财色名食睡叫地狱五条根，你有一条你就出不了地狱，五条都有，你怎么办？六道里头最苦的地方啊，佛叫你离欲，就是叫你脱离三恶道啊。啊，三恶道地狱是最苦啊！地狱你都能脱离了，那恶鬼畜生就不必说了。这个用意多深呐！啊，欲舍掉了，你就得清净心。正念者，拔圣道之业，立邪分别，而念法之实现，名正念。啊，八圣道，大乘小乘都修。啊，立邪分别。立执着啊。啊，分别执着而要立啊。啊，心里面不再有分别了，不再有执着了，这功夫不错了。而念法之实性，念一切法的真实的自性，立一切法的分别执着的那些相。现象，啊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那个即一切法，就是一切法的实性，这叫正念。教光大师在《楞严正脉》里面教给我们。舍实用根，实是什么？实就是此地讲的邪分别。啊，用根是什么？用根中之实性。啊，我们用眼，用眼根里面的见性，见一切法；用耳根里头的闻性。闻一切音声，如果你会用这个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圣凡之分就在会不会用，用真的
就成佛了。用假的，那你是凡夫。假的是什么？六识啊。我们今天用眼识见色尘，眼见色。啊，诸佛菩萨一样也用眼，他用眼里面的根性。啊，就是用见性，见外面色呢，那就不叫色尘了，叫色性。这见性了吗？啊，用耳不是用耳识，啊，去闻声尘，它是用耳根里面的根性、闻性。闻外面的身性，观世音菩萨就用这个方法成就的。啊，你看《大乘经》上讲的，观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娑婆世界众生。六根的根性呢，是耳根最利，所以跟观音菩萨特别有缘。啊，楞严会上文殊菩萨给我们选择修学的法门，啊，在25种不同的法门当中，文殊菩萨拣选的。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，选的是耳根啊。啊，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，看有的时候不容易看清楚，他能听清楚，就是说啊，耳的作用比眼更厉害。啊，心到清净的时候，极其微细的音声，他都能够觉察出来。啊，念佛的实性。念六根的根性，这真念。观经所云：“舍相入识，名为真念。”这个话说的就更具体了。啊，相是什么？形象。舍就是离，离相。你才能够证如实性。那么一切众生为什么不能见性？就是着相啊，执着相啊，这个相这个词要用现在科学家的名词来讲，相是现象，把无量无尽的现象归纳为三大类。第一个，物质现象；第二个，精神现象；第三个，自然现象。这三大类就把事出世间所有现象全包括了，这三种现象都不是真的，通通要舍，通通要离。啊，相从哪里来的？相是从性变现出来的。性是相之体，
这现象呢，就是性质相分，啊，性变成了相。华严经讲体相用啊，这相也就包括了用了。啊，有相，它当然就有作用。啊，所以相虽然不是性，它是性变现出来的，性相不二啊，性相亦如啊。啊，凡夫着相不见性，菩萨不着相，在体相用里面得大自在啊。这个大自在的大乘里面称它叫中道，叫第一义谛。啊，我们凡夫日用而不知啊，这叫迷呀。你不知道事实真相啊。啊，通达明了啊，这叫觉悟啊。通达明了是非常重要。通达明了，你就成佛，成菩萨了。佛对我们的教学，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显示出自信的真实智慧，啊，善巧方便。帮助我们信解行证呢，啊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为什么？佛家讲真妄，它的定义很简单，永恒不变，那是真的。啊，反过来呢，它会变化的，那就是假的，那就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现象有生灭，有生灭不是真的。啊，经上常讲的比喻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这就变化了。这个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植物、树木、花草，也有生住异灭。随着四季起变化了，啊，春生秋长，山河大地，啊，这个太空当中的星球，哪一样没有变化呢？天文学家在望远镜里面，几乎每一天都看到宇宙之间有新的星出现了，有旧的星啊爆炸了，灭了，毁灭了。啊，这就是世界有成住坏空。
这不是真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假的，我们可以欣赏它，可以用它，你可别执着它。啊，不能对它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。这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身体。身体是假的，所以对身体呢，可以用它，借假修真嘛。哎，你要控制这个身体，占有这个身体，你占有不到，它有生老病死，你控制不住。你能控制住它不老不病吗？做不到吗？那用什么态度呢？像佛菩萨一样，顺其自然，这多自在呀！啊，顺其自然就对了。啊，所以《还原观》上跟我们讲四德了，第一条讲啊，随缘妙用啊，啊，随缘。我们大家都做到了。妙用是什么？妙用是里头没有分别执着妄想，真妙用啊！我们今天在随缘里头起分别、起执着、起控制、起占有这些错误念头，错了。啊，唯一有则，那就是普利群品啊，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。什么叫好榜样？做利苦得乐的好榜样，破迷开悟的好榜样。这就对了。啊，就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舍相入实，这叫正念。啊，正念不是无念呐。下面是净慧。啊，净慧者，慧说云，净慧是般若波罗蜜。非人天小乘不净智慧也，无明净慧。这是大乘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。这个智慧现前，就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。觉而不迷呀！啊，人天有慧，不能说他没智慧，他那个慧里头不净。为什么不净？它有分别，它有执着，它里头掺杂着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养，啊，有七情五欲，所以它的慧不清净。啊，二乘声闻缘觉。他们的智慧比我们高，也就是他比我们亲近，但是他跟菩萨比呢，那还是不亲近。
为什么？他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，他有妄想。这个地方讲的净慧是大乘，什么人的智慧呢？华严原教初住以上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，这是真正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才称之为净慧呀。下面反省，净慧修反省反省清净无欲之心，这个里头前身次第不等，小乘有反省，大乘全教也有反省。化身菩萨也有反省。此地举涅槃五行之一，菩萨因地上所修的。涅槃五行，第一个是圣行，圣贤的圣，圣行。简单的说呢，依理而行，换一句话说，是以自性性得了，这是反省啊！这个是圣行的。第二是反省，反省呢，修摄一空。摄有不染，着重在这一句。摄有是六道啊，你在六道里头，跟六道众生在一起，和光同尘而不染污，这叫反省了。摄一空。教乘法术里头有，就是涅槃经上所讲的第一个内空，第二外空，第三叫内外空，第四叫有为空，第五叫无为空，第六叫无实空，第七叫性空，第八无所有空，第九第一义空，第十空空，第十一大空。那么这个是一空，跟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讲的二十空啊，意思相同。二十空啊，说得更清楚，确实对我们现在修行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最困难的放不下嘛。你要了解一切都是空的，你就比较容易放下了。而放下呢，还实在讲呢，都是着重在不执着。那换一句话说的是，二乘说的。佛说，佛子
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。那么这个二识空，我们应当要学习。这个地方揭露的是从三藏法述。它出自《般若经》上的第一个内空，内空即内六如，就是六根呐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举一个例子，眼空。怎么说眼空呢？无我。无我所啊！头一个你要晓得，《般若金刚经》上讲的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，你看头一个无我。我尚且没有，哪来的我所？我所有，首先要肯定我，有我才有我所有的。如果我都没有了，我所有的就落空了。般若不容易讲啊，很多人怕，害怕了。你讲有他喜欢了，你讲空他吓坏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给这些同学们讲空，你看前面的基础是20年了。世尊，世现成道是30岁。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成佛之后，就开始教学。头一个就是从菩提树下起来了，回到落叶园。去找以前陪同他的5个人，跟佛都有亲属关系。把这个人5个人找到，给他们讲经。讲阿含呐、小乘呐。阿含讲了多少年？12年呢、就是佛的小学，佛的小学12年。12年阿含毕业了，很多同学都证阿罗汉果了。我们今天在经典上一打开，你就看到释迦牟尼佛弟子1250人皆是大阿罗汉，这个时候不能称大，皆是阿罗汉。12年成阿罗汉了，不简单。也有没证得的，不是大多数证得。还有一些呢，证三国阿那含的。
啊，一二国那个时候可能没有，那是以后的。啊，最初这些人呢，大概都是三国、四国。啊，无我相，诸位要知道啊，小乘初果就真的了。啊，初果身见破了，啊，见惑，你看，五大类。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啊，这个五大类呀，五大类通通破了，也就是通通舍了，或者是通通放下了，你才能证虚陀洹果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看到，那就是说，虚陀洹已经不会执着他是虚陀洹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执着我是虚陀洹，不就有我了吗？哎，虚陀洹是我所证的，他没有这个念头啊。那他没有以为他自己是虚陀洹啊，所以佛称他做虚陀洹。啊，他要自己以为我证得虚陀洹了，你是凡夫，没入门。啊，这就知道无我是小乘虚陀洹就证得了。啊，他们就知道内六根。不是真的，是怎么回事情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幻象，可以用它，不能占有它，不能控制它。啊，可以利用它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啊，这是告诉你内空。啊，内就是无我。啊，他这里举的例子，内六入，就六根。第二个外空呢？外空外面的六尘。色声香味触法，外六尘呐、啊，外六尘也不是真的呀、啊，啊，这色空，色声香味触法也是空的，也是无我无我所，内外皆空。啊，内外空啊，这就十二处啊，六根六尘合起来，啊，合起来，这个里面也没有我，也没有我所，啊，后面第四个空空，空空是什么？前面讲的三种空都是空。三空一空，叫你不要有空那个跟那个念头，有空那个念头，你就全都有了。谁空了？我空了。你看我还在呀、啊，啊，你能空得了吗？没空啊，啊。啊，你还是有分别有执着啊！啊，所以三空那个观念的时候都不能有。
不能瞧不起小乘呐、小乘人像这些境界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。啊，第五讲大空，大空是十方空，不可思议故啊。一切处有故，十方空是真的，很难讲。啊，十方空是讲的空间是空的，我们今天讲虚空啊，虚空是空的。我不看虚空明明有嘛，所以他这讲一切处有也能讲得通。我们看这个虚空不是一切都有吗？有虚空啊，怎么说没有呢？不好的。佛在49年教学当中，譬喻里面讲的最多的。是梦幻泡影，我们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都有做梦的经验。梦中有没有虚空呢？我们知道梦中有虚空。梦中的虚空从哪里来的？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要说是真的话，那醒过来的梦里面虚空不见了。做梦的明明有虚空啊，醒过来我说这虚空到哪去了？我们今天感官当中的虚空就跟梦中情形完全一样。它不是真的，所以空间跟时间都是假的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空间维次要是突破了，距离就没有了。啊，凡夫未能突破。那佛就讲了，极乐世界距离娑婆有10万亿佛国土，这空间呢？啊，如果突破了，用什么方法禅定？啊，禅定里面，为什么呢？他把起心动念。分别执着控制住了，啊，让它暂时不起作用，所以这个维次一下就突破了。啊，到你出定的时候，分别执着又起来了，你这个能力立刻就失掉了。啊，阿罗汉的定功就在这个层次上。你看，我们在《地藏经》上看到，啊，婆罗门女，啊，母亲过世了，知道母亲在世的时候造作的行业不善，一定堕在卧道。啊，他遇到一位阿罗汉。请求阿罗汉帮他的忙啊，看看他母亲现在在哪里。阿罗汉入定，
你看，有入有出，他不入定，他看不到。入定之后看到了，啊，你母亲在地狱，啊，把状况告诉他。啊，化身菩萨不需要入定，他心是清净的，他心不乱。啊，你什么时候问他，他什么时候答复你。啊，用不着入定的，那定功就高了。所以，那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。啊，菩萨行住坐卧全在定中。啊，这是自心本定。啊，所以说大空实在就告诉我们，虚空不是真的，啊，也是假的。甚异空第六，啊，什么叫甚异空？一名第一异空，不可得，无受无主。实在讲呢，就是《大般若经》上所说的，《大般若经》是大乘教里部头分量最大的一部经，600卷呢、啊，看一遍很不容易啊！啊，这600卷经里头讲什么呢？诸位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阿含12年，方等8年，加起了20年，才开始讲般若，讲空啊。学生经过20年的训练，对释迦牟尼佛有相当深刻的认知啊！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，不妄语者、不狂语者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大家听了不会恐惧，不会害怕了。啊，当然疑问很多，讲22年。啊，22年所说的总结一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一切法包括了诸佛如来的10宝庄严土。啊，没有说诸佛如来10宝土除外，没讲这个话。那就是10宝图包括在其中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10宝图有相，所以是虚妄。那什么样的图才是真的呢？只有常寂光图，常寂光图无相啊，常寂光图里头没有自然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物质现象它是真的，永恒不变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了5句话，都是讲的常寂光。常寂光是自性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他没有相，当然没有染污啊，本不生灭，
十报图有生命，啊，所以十报图里面什么人住？41位发生大事，啊，最高的第41位是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如果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的习气断尽了，他就证妙觉了。证妙觉位，他就不在十报图了。所以十报图也不是真的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他回到常寂光去了。那回到常寂光，什么现象也没有，可是它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呢？能生万法。它不起作用的时候，本自具足，它一样也不缺；起作用的时候，能生万法。那我们就晓得他第三句所讲的本自具足是什么。本自具足的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啊，一真庄严啊，通通具足，所以他才能现啊。最后一句啊，能生万法。那么只有妙觉究竟佛果，他才真正得到无受无着啊。我们讲的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它是圆圆满满的真的，而且永远不会失去。啊，这一些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他能现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虽然现身，他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动念。释迦如来如是啊。化身大事如是。但是化身大事有相，虽有相，他不执着啊，他也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但是他有相。他相从哪里来的呢？无始无明习气所生的现象，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相就没有。啊，那么这叫甚意空。啊，也叫第一意空。啊，实际上是空有不二。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今天把空有当作两桩事情。空不是有，有不是空。啊，化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都知道，空有是一段事情，空是从性上说的，性能现象，但是相呢？
相不是真相，相都是幻象。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法身菩萨境界，十法界里头没有啊。第七个，有为空，因缘和合生，无自性苦。啊，这是有为。一切诸法无不如是啊，没有一法不如是啊。你到哪里去找一个不是因缘和合而生的，你能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常寂光土里面的究竟果佛，跟六道众生感应道交，他要现身也是因缘和合。六道众生有感是因，佛来示现是果。你看，还是因果啊，所以离不开因缘呐。啊，无有一法。我们今天讲的，用科学家说的这三种现象，物质现象因缘和合的，精神现象也是因缘和合的。自然现象还是因缘和合的，凡是因缘和合的没有自性，自性是叫自体，没有自体。啊，譬如我们这一串念珠，因缘和合的，每一粒珠子穿个起来的时候，这成一串念珠。啊，什么叫没自信呢？如果拆开了之后，这就不叫一颗念珠，不叫一串念珠了。啊，念珠就没有了。穿上有这个现象，啊，解开了就没有了。缘聚缘散了，穿上缘聚这串念珠，解开了的时候缘散了。啊，这一串就没有。啊，就他没有自体呀、啊！啊，我们的人生，佛讲了四大五蕴，因缘和合而生呐、啊。啊，人死了，四大分散了。无蕴离开了，没有了，这叫灭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身体缘聚缘散。啊，缘聚的时候有，缘散的时候就灭了。聚散是现象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现象有聚散，自性没有聚散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但是这个道理太深，比空还要难懂。
自性便一切处啊。自性便一切时啊。自性是一，永恒不灭。啊，我们一般称它为灵性。啊，佛也讲过，有真果，真果是灵性，就是自性，它不生不灭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。啊，自性没有生灭，这是真的，有生有灭都是假的。第八个是无为空。若立有为，无为不可得故啊。啊，立无为。啊，立有为啊。无为跟有为是对立而产生的一个抽象概念。在《白法明门》里面叫做“不相应行法”，啊，相对产生的概念。如果有为没有了，无为也就没有了，啊，也就不可得了。啊，那么。诸佛菩萨立有为，他是怎么个立法？离对有为法的执着，离对有为法的分别，离对有为法的起心动念，这叫真理呀、啊！这叫立有为法了。有为法在不在呢？在。那在，你为什么要离呢？因为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你可以欣赏它，你可以受用它，你没有办法得到它，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假的，啊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电视的画面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啊，电视画面是有为法，你知道是它是假的。啊，你对它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占有，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叫立，这叫无为法。啊，所以说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个意思你就懂了。第九，毕竟空，这个意思深一点了。破一切法，令无一语，亦无虚实相待故。相待就是相对。
啊，对于一切法，你全部都了解了，啊，就是《般若经》上常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毕竟空啊！啊，连空也不可得。你的心才真正出现清净平等觉，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。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一念不生啊！生一个念头错了，一念不生能管用吗？管用，不但管用，大管用。啊，一切众生来向你请教，你应对如流，事事无碍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”。啊，无知就是毕竟空，毕竟空起作用是无所不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毕竟空，毕竟空里面含藏着有自性般若智慧无尽的德能相好。啊，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，不论是哪一种宗派，啊，宗门教下，密教显教，啊，无一不是以明心见性为学习最后的目标。啊，你没有见性，你没有成就啊。没有见性的成就是世法的成就，就是世间法的成就。啊，现在所谓你拿到一个佛学博士学位，啊，你拿到一个佛学家的头衔，这世间法与你自己了生死出三界，啊，得定，啊，佛法讲的得三昧得菩提，与这个毫不相关。真正其如毕竟空的人，那是成佛了，那管用啊！我们今天样样都想具有，都想控制啊，都想有。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障碍什么？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得定，障碍你明心见性。你说这个麻烦大不大？下面第十个。
无际空，亦名无实空。一切诸法无粗际故啊，这一句话非常难懂。但是，如果你要是学过，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这一段对话是在《菩萨出胎经》。佛问弥勒菩萨：“说一般的凡人，心有所念，在我们心里起个念头。”佛问弥勒：“这一个念头里头，有几多？”微细念头啊，有几多念头，有几个相，有几个识啊？这个问题问到哪里呢？问到阿赖耶的三细相。弥勒菩萨回答说：“一弹指，我们心有所念呢，不止一弹指，一弹指太快了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！我们把它计算出来，中国人讲法，320兆，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。”这是阿赖耶的念头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实。你就晓得那一个念头它存在的时间是多短，多么短。现在呢，科学都用秒做单位，啊，一秒钟能弹几次？啊，我相信有比我弹得快的，至少是5次。以5次来算的话，1600兆啊，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。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。世尊问的相，都有精神现象。世尊问的实，这个意思就说明，精神跟物质分不开的，同时起来的，而且速度太快了，所以说无时空啊。啊，什么东西有开始？没有开始啊。所以佛家讲无明叫无实无明。有没有开始？真的没有开始。无实无明是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无论是业相，是转向，是境界相，都没有办法说开始啊，无实当然就无踪，无生当然就不能说有灭，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无实无踪，它确实没有啊。这是讲的真相啊！
这个现象渐渐地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。啊，量子学家的时候，对于量子的产生，啊，量子这个东西的，它的实际上状况，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。啊，这个东西是真有，它是宇宙万有一切现象的基础。啊，这是就是一切法的最初的状况。啊，最初的形态，无即空啊！啊，佛在你看3000年前讲到，现在量子学家证实了，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不可得了。后面这个第11页，三空，如无因三理，人不可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是无因，集聚。而形成的幻象，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其实一切诸法都离不开色受想行识。不但是人，所有一切诸法，通通是无因集聚的。无因一散呢，这东西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说一切法？啊，一切法是到今天被量子科学家证明，啊，真的是一切法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。念念成形，念念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形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啊，为什么会有念念？那是阿赖耶的业相。啊，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。转向是信息，啊，境界相叫做物质。量子所讲的是大乘法里头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这就是说明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的原本的形态，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说清楚了啊，虽有这个现象，这现象了不可得啊，所以五因一三理，所有一切现象都不可得。
啊，人身上无因善离了，人生不可得。花草树木无因善离了，花草树木也不可得。乃至于自然现象，啊，自然现象里头最普遍看到是空中的云彩，啊，它也是无因聚集升起的现象。它要一散开的话的时候，这个一片云彩就不可得了。啊，聚散都是缘呐，缘聚缘散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